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c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三重的林大肠面线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他乔迁到新的地方，然后重新开业，那我们就来试试看了。看起来是这么的美味的感觉啊！好，老板娘早。那我想要那个花枝大肠面线，然后加一份大肠。小的好了。应该是大肠头啦哦。OK， 昨天才刚开啊哦。对呀。那是恭喜啦。嘿嘿嘿，花枝大肠啊！哎对，那这个肥滋滋的大肠。就这个各个的部落客都有来过啊。你要辣吗？小辣，谢谢。生意超级好。要吃蛋泥吗？排队会排起来。好，先把上面料吃掉啊，就有满满大肠，还有这个花枝啊。超级新鲜的花枝，赞哦，超鲜甜的，味道超棒。味道还是这么的好，传统又美味啊，赞！然后就是这个传统的柴鱼汤底一样，然后面线很好吃啊。当然是这样子，肥滋滋的大肠堆起来啊！人家说大肠头啦，超赞，超级好吃啊！大肠头 Q 弹有弹性啊，超赞的啊！这个辣酱就相当有深度啊，跟这个面线非常的媚局啊，好吃啊！赞赞赞的赞！看这排队人潮就知道了啊，大家都超期待这一家的啊，超好吃。好吃到爆炸啊！赞！这家也是原先在三重碧华街非常知名的店家啊。久久没吃到啊，赞！超好吃啊！
哦，爱吃这个林大肠面线的朋友一定要赶快来报到哦，重新开幕。好，赞赞赞赞赞！满满的大肠头，非常美味哦，赞！这个油脂还有鲜甜的滋味 ，Q 弹的那个这个口感哦，非常的赞。好吃啊！好吃到爆炸啊！赞！超级过瘾啊！啊，赞！烫口又美味啊，赞！这大肠头真的超好吃的，小碗也蛮大碗的。才是这个令人回味无穷，赞！好，超级好吃。好，菜单再照一遍啊！啊，记得要再加一份大肠头，超级赞！我看这个满满的排队人潮，就知道啊，有多么的受欢迎啊！非常的烫口，所以这个就是美味的关键啊！大肠超好吃的啊，大肠口了、啊。好，超赞的哦！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好，在一个公园的对面啊。好，那这样知道在哪了哦，公园的对面。好，那紧接着第二个店家就是这个很有名的大哥鸡肉，啊，也是一开始就排队的店家。
排第二段了啊，这边这一段是结好账。有卖这个鸡心肝，然后油葱酥，还有鸡油。哎，我要半只，谢谢。哎，好，我买一盒那个内脏，哎，下水。好。好，妹子再补30啊。哎，好，谢谢。OK。胡大哥，好，记得要预定会比较好，现场买是比较容易会没有啊。哎，好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，好 ，Thank you， 拜拜。好，就先开到那个这个内脏啊，哦，内脏是 N 嫂他们都不吃的，我会吃，所以我会吃一些，然后之后再带回家吃一些啊，哦，那就是有心肝还有鸡胗，嗯，好，哦，甜香甜香的赞啊。好，内脏都很新鲜啊，哦，赞。哦，有着这个淡淡的甜味哦，鸡肝不能一次吃太多，它像蛋黄一样。啊，非常新鲜，啊，所以这是满分的，赞。如果碰到建议买上一盒，很美味，嗯。啊，再來就是这个本日的主角哦，半只鸡370。好，看起来多么的美啊！嗯，哦，鸡肉很嫩，超好吃啊，嗯！哦，甜香甜香的鸡肉嫩啊，哦，我个人很推荐。新鲜美味鸡肉就是这个竹子湖大哥啊，鸡肉很嫩，然后还有点激动。好，那这也是满分的店家，刚面线也是满分，这个是满分的。赞赞赞赞赞！好，超推荐的。如果不想上阳明山，这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啊。然后应该是用冰糖煮过，所以会带点微微的甜味啊。好，以上两家都非常的推荐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